继香港站之后 ，FIBA 三乘三巴黎奥运资格赛将会移师日本宇都宫市。男女子各八支顶尖队伍力求争胜，誓要夺得巴黎奥运入场券。FIBA 三乘三巴黎奥运资格赛宇都宫站，5月5日星期日下昼4:15，港台电视32独家现场直播。